我们在主导文第六条求什么？我们在主导文第六条求什么？主导文第六条说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我们在此求神保守我们不受试探而犯罪，或在受试探时扶助我们并拯救我们脱离凶恶。主导文第六条说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我们在此求神保守我们不受试探而犯罪，或在受试探时扶助我们并拯救我们脱离凶恶。